Hello， 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小马铃薯。我们今天又要来拍那个麦块，但是在马桶世界哈。然后这一次没有新增多少，我少拿了，我差点忘了。我怎么都忘了他们没有新增多少啊？但是花了一堆时间，因为我全部重做了一遍。还有一颗在哪里啊？目前就这样，还有少一些。然后我们加入了一只泰坦，所以现在就上一集就有点监控人，直接变更好一点了。再来是我们的音箱人也变好了，朱布林也就是女音箱人，然后这个女电视人虽然这斧头怪怪的，然后这个比较烂的，因为我还不知道怎么做攻击动画。我当然不可能会烧到这一只，然后这一只泰坦等等看，闪电无双，好多了，这次真的很好很多了，真的有点 bug 这一只。最后三只先来这一只，这一只也有点 bug。再来，这一只 bug 在哪里就不用我说了。然后再是我们的泰坦，泰坦超多 bug。录的时候直接破土的那种，然后马桶的都被我清除掉了，这个是不动的样子。然后跟它比一个大小的话，我们玩家算是非常小的，我还特地把它做大只一点。我拿大音响人来比一下，的确挺小的，就是它太多 bug 了，唯一的缺点，所以我们就只能这样子看而已。我已经尽可能把它修了。谁想到这一只扶手者就蛮多 bug， 如果他没有像这样一只走路的话算还好。然后还有新增一些物品，但我不知道有没有显示。看来是没有显示的，就这两个东西，原本是耳机跟防护眼罩，但就是我还不知道怎么把它靠进来，所以就只能这样了。好的，那这集影片就到这里，大家拜拜。